大家好，我是 Audit，这一期我来讲讲如何查看你的 YouTube 频道，哪些视频有观众订阅，以及哪一部视频订阅的观众最多。好，我们点击右上方进入 YouTube 工作室，进入以后在左边可以看到有数据分析，点击数据分析，这里是概览，在下方我们把它展开。打开以后进入详细的这个数据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订阅人数，我们只要点击它，它就会进行排序。排序好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按照从订阅人数最多到最少来进行排序，从这边看到人数多少，然后从这里呢看到具体的哪一部视频有观众可以订阅，这样你可以针对观众的喜好可以多做这方面的视频，增加你 YouTube 频道的订阅量。好，谢谢大家支持观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